解说杯第一个钓女神类的选手诞生了，又是平野绫，她把957队辅助汶山打哭了。最逗的是大 B 1:1完美复刻，笑得肚子疼。你看了那个吗？他那个稳香出的那个吗？有没有看？哦，我看了。你不会也看了吧？我现在看，我等一下，我正在看，正在看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。好 ，OK， 稍等。我又绷不住了。我已经录下来发给文山了。你不要笑了吧，你们笑我看来。我要保持良好的心态。我就是一个不会烦死的变脸，我不叫他平队，我不叫他平队了，我也叫他变脸。怎么有人偷看别人哭啊，真的素质极差。稳住心态，我要稳住心态，我要打好自己。我没有哭，我哪里哭了？找不到我哭的视频的，不可能。别离在看，别离走开，他在开心。他是右手，他是右手有可能。印力哥有没有哭的视频啊？啊，找一下。有啊。但是我不是这样，我不是哭的这样子，就是我下次也是五次血，我也去游走，我有不够我的，你有不够我的，我下次五次血，我知道你的位置在哪，你在哪吗？我知道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在哪里见过你？不是，我看了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看完吗？还有，我要出五速血，你有不够的。等一下。